确实看我看到你在做影像设计系列，这你这样报告就是你有钱的，那你这是做一个先放你的话，
回顾一下，算一下，我们说公牛的话有两个很重要的假设，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power constancy， 或是所谓的亮度恒定 brightness constant 部分，以及我们的这个 small motion。gradient 是一个 temporal 的 gradient， 这样加起来是零。OK， 这部分，好，怎么计算？当然方法很多，其实大家都可以。对，这边只是做，这边只是周围相减当中的这个它的 gradient， 它的差值。你也可以用这种缩模的方法，所以好，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变成说，光流这个要怎么求出来？所以我们真正要求，反正它的位置，它 displacement 的部分，它的 U 跟它的 V， 那我们已经有上面这个所谓的光流的限制，亮度限制，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我们需要更多的资讯，因为不然的话，这样。这三个恒定的话，其实会很多在 UV 上都会是一个线，它是可以，上面都会是紧，那条线上都会是紧，那这肯定就是比较符合我们需求的，因为无限紧或是无界这种状况，那我们就需要引入更多的限制条件来建构正确的 U 跟 B 的位置，我定位他们 U 跟 B 的位置。我刚讲，我们知道的是影像 IXIY 影像的 X 方向。
外方向的梯度，然后以及 IT 是两个 friend 之间的 difference， 所以我需要求的反而是 U 和 B 的部分。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引入了一个想法，就是 Lucas Conaway Optical Flow， 那它的概念就是它有个 assumption 叫做 constant flow。刚才有人讲，就觉得我讲太快。Constant flow 就是说，简单讲就是你的一个小的 patch， 周围的小 patch， 它的移动是，就说这整个 patch 里面的移动方向是不一样，就是类似于那个 rigid body 那种感觉。所以，比如说我们用5×5为例的话，你会得到有25个这个像素点，然后我们的 U 跟 B。要画一个 U 跟 B 会等固定的位置，对他们下一个 friend 的这个位移的位置。那一般这种多个行列式，我要求解的话，那最常见的大家会，我们会回到我们的线性代数学到，因为线性代数就是可以专门来处理这种多个这种同时这样并列的状况。那变成说，比如说 AX 等于 B 的话，那它的解变成说。可以用 ATX 等于 ATB 来近似，就是 least square 的解的话，就这样。那 X 要怎么求出来？变成说我们只要把左边这个东西，把丢到右边，所以我们只需要统乘于左边这个东西的反矩阵，我们就可以得到你的 U 跟 B 的位置。Okay， 所以我们说这就是 Lucas Conaway Optical Flow， 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特别提到说。这个 ATX 跟 ATB 这个东西在线性代数里面，应该说在非线性代数的概念，我们前面哪边有提到过？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在，就是它有一些性质是必须要有的，当然它要可逆，不然的话你给我丢过去，不好把它消掉。所以我说我们在哪边看过的地方是我们在 lecture， 其实应该说在 lecture 4那个 feature 那个章节，我们提到叫做 corner 的部分 ，Harris corner 的部分。所以说代表这个跟 Harris corner 的关联性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光流什么这问题吧？好，那这个跟 corner 的重点就是说，光流的话也可能要需要在类似于 corner 这种地方，它会稍微 perform 它会表现的最好。对，其实概念就是这样，对。然后这个 lecture four 里面就有 Harris corner detector 有提到这部分。以及我们刚讲的，不然的话会有 accurate prototype， 就是这个位移的部分，你会无法判断它到底正确的比较哪个方向。所以光流的话，你要在 corner 的部分才会表现的比较好。所以这边就是刚刚讲的状况嘛，就是会有孔径问题 accurate problem， 然后以及在计算 gradient 的时候，你会只会得到它好像是往下，那实际上是往右边往下。所以这边就是 Lucas Conaway 的 Optical Flow 的想法，它的算法。Okay。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 Hornshank 的 Optical Flow， 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业三要做的东西，所以可能大家就前面没听的影响比较没那么大，这边比较想了解一下。要仔细听。因为我们要实做的这个演算法，好，我们来比较一下。右边是这个 Lucas Conaway Optical Flow， 讲的是说没有一个它的 assumption， 它为了解决刚刚那个，它为了增加更多的限制 constraint 或是 equation， 对，它的 assumption 是说不会有 constant flow。好，那 Hornshank 要怎么处理这个状况？他们一样也需要一个假设，那只是他们假设比较不一样，他们假设叫做一个。Smooth flow， 那个平滑的 flow， 平滑的流，对。所以 smoothness 平滑的部分就是多数物体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是 rigid 或是有弹性的，但它会至少会是很多周围这个会一起运动。对。那所以换句话说，它们的变化应该是一个平滑的过程。那 smoothness 主要讲就是就它的 PID 就是一样，任何光流的 PID 第一个一定会是我们有个量 brightness constant 是这个，或
或者说亮度恒定的这个限制，以及他们之后 enforce 叫做 smooth form， 光滑平滑这个墙，可以想象。所以一样，我的 brightness constancy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再会看到是这个情形，也是对于每个匕首都适用。对，那接着讲个 IX 的话就是 gradient 部分。好，所以它特别在于它这个它提出来这个平滑的部分。那你要怎么说影像是平滑的，匕首是平滑的？所以说你们看它跟周围的差值，你看你这个匕首跟你周围匕首的差值，就有点类似梯度，不想要，你看你的梯度变化。像这种，你会觉得哪个比较平滑？我的光用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个比较平滑，所以我很明显可以得知，右边这个它的 error 会是比较大的，那左边这个看起来就平滑非常多，它会是一个比较 smooth 的效果。好，那我们就把刚上述的想法把它集合在一起，就得到了 on shot 的 off flow， 便说我要 minimize 的，除了我刚讲的叫做亮度限制以外，还有一个叫做平滑的 loss， 平滑的损失，我们要降低这个平滑的 loss， 因为我们想法是说物体亮度是一个平滑的变化，这样。那不过它加了一个叫做 weighted 的这个lambda， 叫做权重，比如说我们到底要参照哪一个比较多一点，你可以借由这个 lambda 权重来调整。你 lambda 越高的话，你当然对于你的所谓的 brightness constancy 这个限制有可能要更重一点，比较低的话，你可能要看它的平滑度。OK， 所以我们刚讲说 brightness 的部分就是看刚才公式它一再出现，从前面第一个从 Lucas Conway 到 Pico Flow 到现在。那我们会讲 smoothness 光滑的部分的话，一般的话，这边就是你跟周围 pixel 的差值，那就主要是看是就是 x 对 u 方向那边说你的水平垂直，那可以构成就是它的对，就是 b 是定的过程当中的它的真正的位置，它真正的大小。对，那 b 的话也是看它的。所以就那只是我们这边都会取平方，然后看它的梯度的变化，我希望它越来越平滑。所以我们要怎么解决刚刚这个 optical flow 的问题？对，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 minimization 的问题？我们有这个公式之后，我们要 minimize 它。那看到这个 minimize， 然后又看到公式，那就可能会。下一次就想到，没错，答案就是这个，就是你们要 gradient descent 的方法，就是你要计算它梯度，然后借由梯度方向跟那个参数，就是梯度下降。那这个在很有修一些 AI 的课啊 ，ML 的课会常看到这个。所以我们就刚刚讲，我们就第一个是平滑的 error， 以及我们的亮度的亮度应该是要零，对，等于零，这三个零，理想情况下，然后再给它一个权重，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东西？ Okay. 好，那这边说 how many patterns depend on KNL，KNL 其实讲都是 pixel 在 K 跟 L 这个 location， 这其实就是 IJ 了，很多课本会。直接替换就可以了，所以其实就是 IJ 的位置。那我们对 U 跟对 V 做直接做 partial，
我算他的那个片尾分。他前面有四个，后面有一个。那对，那你做 partial 之后，你就知道，你就直接做片尾。对，你就对，你做片尾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公式。好，那你就觉得好，后面看起来蛮正常的，因为直接把二拿下来。那前面那边怎么长怪怪的？对，这其实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smoothness 不一定是要这个形式。对，这边形式等于说你在 u 对 x 方向对 y 方向的梯度变化，你希望它是小的，就是它平滑。但 smoothness 除了这个，除了 square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gradient， 除了 gradient 的平方加总以外，你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就是它的 Laplacian 应该是也是要平滑，就是它的二次微分理论上应该也是要小，要平滑。所以变成说 smoothness 我们可以用 square of， 就是我们可以用梯度的这个加总以外，我们也当然也可以用其他表示方式，变成说用我们的二次微分，它只要小，来表示。它这边其实就是用的是二次微分想法，所以其实用的是 Laplacian 这个想法。对，反正就是方法很多种 smoothness， 反正你只要能达成 smoothness 的这个想法，结果就不会差太多。所以那这边就用所谓的 approximation of the Laplacian， 因为我们是离散的，离散的。那大家可能记得之前在 lecture 三的这个 kernel 的部分，我们讲到嘛，有很多 kernel 嘛，比如说索伯 kernel 就是算力度，当然也有个 Laplacian kernel 就长这样，大家有印象吗？对。那当然它有很多表示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叫做一直看上下左右，所以你觉得它们是有联动的。你当然也可以看周围所有八个方向，八个上下左右然后斜的方向，或是你可以你就是按照几何这个距离去算它的话，你会有不同的权重，这都可以。对，因为它们都是一个 approximation， 效果理论上应该是会有差异，但是不会差太多。对，都会是smooth。至于刚原本这个形式，为什么要除以四？是因为会有四个参数 variables 除以四次。补充一下，好，所以当我们做 partial 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对 u partial， 以及我们对 b partial， 我们都可以得到。对，所以大家自己算一下，就很直观的可以找这两个东西。那所谓的这个。平均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是，我们刚刚讲它的平均就是，因为是一个近似拉普拉旋的，近似拉普拉旋就是等于周围四个点，然后再减掉你的中间，当然你可以把这除以四，变成说中间这个点减掉周围点相加除以四，就是等于用周围去 fit 一个中间这个点，然后你把中间减掉那个之后，它会变更大一点。所以这边就直接假设是，就平均就是变成说周围四个点直接除以四。那现在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极端值？我们要怎么知道一阶极端值？这个其实就是一阶微分零代入，对，就是 set derivative to zero， 你把偏微分之后，你把设为等于零，就可以得到极端值。就是大家在形代数或是高中就有讲到。我前面也没讲到，那我们点到下面这个公式，就是简单一项一项的，那我们就对，就是大家一时能看不出来，但是对，你就是就知道是一项的。但这个其实它不一样的行为，因为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线性系统，你要怎么解它？又回到我们前面应该都讲到过 ax 减 b 的零，或者 ax 等于 b 的情况，这个怎么解？好，我先回过来，为什么我要算这个数据？因为我们需要解光流的这个限制，我们要算光流，我们要算它的 u 跟 v。我们在给定限制情况下，我们要算它的 u 跟 v， 所以我们必须要最小化它这个能量，可以得到我们理想的 u。好，所以。一样，我们会让 partial 的部分怎么解？
这个东西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也是一说没有我这个矩阵，就是它等于是 A 矩阵是这个 X 就是我的变数，然后会等于 B 是我的内串。所以一样，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前面就有提到的，那这个要怎么解？我们就等于把 A 的逆矩阵乘过去嘛 ，A 乘 B， 我们统称 A 的逆矩阵，会得到 X 等于 A inverse B。这边说 X 乘 B 的话，会得到这边是 A 乘 B， 那我怎么求它的反矩阵？哎，我们对，我们就要求它的反矩阵。那反矩阵怎么求？反矩阵是。你的 aggregate matrix 一直除上你的 determinant， 所以这 determinant 就是应该 OK 吧？就是高中的话应该是主对角线换，然后加上符号这样。那 determinant 的话就是对，就是相乘减掉这个相乘，那我们可以得到它会是等于一加 lambda 包括的 ix 零加 iy。所以我们要算，那我们就把它带进去，我们得到 determinant 乘上这个东西会等于逆，就是 aggregate A， 然后乘上我们的 x， 哎，我们的 b， 不好意思，我们的 b， 因为我是故意，他是故意这样写，比如说这边就是 determinant A， determinant A 会等于十乘上我们刚后面讲的那个 aggregate matrix 以及我们的 b， 然后。就是对，然后你得到它的线性结果，你就把整项移过去，然后你可以推得出下面这个公式，就是所谓的 updated equations。那之前投影片，之前投影片这边写是一加浪打花弧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他写错的，因为你仔细看一下，你把这个移回去的话。这边还有一加浪打，这边还有浪打，这边还有浪打。他要把前面这项独立出来的话，他要补，才他要补进去。好，你可能思维难转就一加浪打 I X 点 B， 加浪打 I Y 点，你把整个移过去。你要把前一项独立出来的话，你必须要补嘛，浪打 I X 点，你要补一个浪打 I Y 点，所以这边是加浪打 I Y 点，后面要减掉浪打 I Y 点的 D K 啊。OK， 所以还会有个浪打出现。然后前面那项可以独立出来，所以这边应该原则上这样才是正确，就是你要同处于一个浪打。对，假如有在看之前的片哦，顺带一提，推片已经放上去了，对，假如有需要，刚就已经放上去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对，就是不需要可以直接摘掉看。所以这是我们如何 update 的方程式。好，那这边要讲一下，当浪打很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浪打很小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看一下上面是，比如说浪打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它的 smoothness 嘛，所以我们等于那个它的亮度我们就不看。哦，顺便再提一下，原始论文的话，浪打是放在 smoothness 上面的。原始论文，对，那我们这边是放在它的 brightness 上面。我放的是它的亮度，我把浪打放在亮度限制，而不是樱花限制上面，所以会有一点点差异。你们看原始论文的话，会有一些差异。对，但是推导过程是，对，但是差应该说，除了长相有点差异，其他应该是一样的。对 ，OK， 好，我们回来，不好意思。那当浪打很小的时候，我们等于什么？我们等于不看它的亮度限制，我们等于只看它的变化度。所以就。这边一浪打很小嘛，它的 inverse 变超大，然后等于整串会变成零。对，上面这个它不一样，其实是为了让你看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亮度，还记得吗 ？I x b u i y b 加 i t， 对，就是 brightness 的，所以他们故意这样 rearrange 的部分，就为了这个让大家看出来它就是亮度。比如说我们这边当对吧、啊，我们当后面那一项直线归零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只看它的。平滑度做取值，好，那一样，我们不要过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数学？因为我们要算公理，我们要解 UV。OK， 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最小值 h。OK， 那 smoothness 的话，除了这个写法，你还有你
刚讲他真正使用的其实是 Appalachian 的 Approximate， 他用 Appalachian 逼近，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Cornshot Afterflow 的演算法。所以说首先我们需要先计算 IX IY Gradient 以及我们的 Temporal Gradient IT， 这都是可以先算好的，因为就两个 frame 给你，你可以看你要怎么算。那我们就 initialize 我们的，我们初始化我们的场域，我们的 flow 的域，然后这边写说 while not coverage， 就是当没有收敛的时候，我们就不停的 update， 就是 gradient， 就 degradient descent 的部分，我们就一直 update 它。OK， 那这边其实不一定，当说这个 while not coverage 的部分，其实你也可以改成用迭代的方式，不一定真的要等到收敛，你可能说我大概迭代一个32次、64次就会有不错的效果。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作业，来，我们的作业三。对，我们今天的话是那个5月5号嘛，所以两个礼拜后是那个5月19号，就交这个作业哈，就是把这个缝跟相隔的 optical flow 的这个 estimation 把它做出来哈。那那个啊。没关系，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你就用 Lina 这张照片嘛，哈，然后呢把它往右往下哈，移一个 pixel 哈，往右移一个 pixel， 而且往下移一个 pixel 哈。那你那个 lambda 的话呢，你可以试一下哈，0.1 拉哈，1拉哈，10拉哈，都可以试哈。那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那个公式好了，对，我整个再解释一遍好了，对，哪一个公式？对。这样好了，我们用旧的投影片好了，因为旧的投影片那个，哎，我哦，你这边没有旧的投影片，好，没关系，那你这个解释也可以，哎，我是实际上做的时候的你没问题，好，所以再讲一下，这边只写说让它还有那个 iteration， 我刚讲 iteration， 我们不用换，我们用 iteration， 好像是14163264的样子，然后你让你们测，只要迭代够多会有什么情况，这样，所以总共要。4×3，总共12张图片，对，12张图片。好，所以我这边还特别帮大家注意，所以我们要怎么算 I X I Y？ I X 就是它这边使用的是，就是它不是锁不会是变成说那个中间会空嘛，一负二，然后中间会空一二一这样。他说直接是两个相隔的 pixel 相间变成 X 方向，所以就变成说你第一张图片的 X 方向 pixel 相间。然后你第二张图片的 X 方 P 的相间，它把它加在一起，它做取证，对，你可以得到整体的这个 IX， 你可以得到它的 X 方向的梯度，以及同样同理，你可以得到 Y 方向的梯度。这边的 EX 就是 IX， 就是这样。那 T 方向 IT 就是变成说你就是只是两个 frame 相间而已。所以要怎么算 IX IY IT 就是就讲方法。嗯，这怪怪，你这个。X 的话怎么是这个接这边？是你这边接加一减 J。X 的话应该是 I 加一减 I 才对啊，你这里是不是对调还是怎样？没有，这是原始论文的。哦，你直接从原始论文那边抓的。是原始论文就是这样写。OK， 好，那可能它的这个坐标系统跟我们不大一样。正好了，你用我的旧的 PowerPoint 那个好了。我走了。嘿嘿，你直接从上面搬落下来就可以了。一样，但是这里 x 的话，它是 i 加一 ，i 加一减 i 啊，然后呢 ，i 加一减 i 啊 ，i 加一减 i 啊，然后 i 加一减 i 啊，然后。就是 ij 这个差，他们原始论文是颠倒过去。对，他 ij 他在对颠倒过来，我这个我比较熟悉，那没关系的哈，没关系。所以他我们现在就从头来讲了哈，我们原来的一张 Lina 这一张嘛，对不对哈？它呢是 K 啊，这张影像啊，然后把 Lina 这张呢往右往下移格以后呢，它的话呢，我把它它是叫做 K 加一啊 ，OK 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算这个
EX 哈 ，EX 怎么算呢？就是对着 X 方向微分嘛哈，所以事实上就是用差分哈来近似微分哈，只是说呢，它是用 JK 加一 ，K 加一 K 跟 K 加一 K 加一啊四个来那个啊做平均，就这样子哈。那 EY 也是一样哈，所以那个一样哈。J 加一减 J 哈，然后 J 加一减 J 哈 ，J 加一减 J 哈，然后呢 ，J 加一减 J 哈，然后呢，只是用四个来做平均哈 ，IK 加一 ，I 加一 K 跟 I 加一 K 加一哈，所以呢 ，EY 是这样子哈，用差分来近似微分哈。那 ET 的话呢，是时间上哈，就是 K 加一减 K，K 加一减 K，K 加一减 K，K 加一减 K 哈，然后呢，它一样哈，那个啊，用四个来做平均而已哈 ，IJ。I 跟 J 加一和 I 加一跟 J， 还有 I 加一 J 加一哈，所以呢 ，EX、EY、ET 的话呢，大家都会算的嘛哈。好，然后呢，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公式哈。哎，对对，这个公式哈，好。好，那我们一开始啊，你有麦克风啊？对对对。没问题。好。好，你就是拉长一点点。好好 ，OK， 好，很好，谢谢你哈。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把说那个啊，我们要现在要算的是 U 跟 V 嘛哈 ，U 跟 V 哈。那我们的话呢，那个一开始的时候，第零个 iteration 的时候呢，把 U 跟 V 通通设成零哈，那很简单哈。好，那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通通是零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话呢，从第零个 iteration 哈，那我们要算第一个 iteration 嘛哈。这里平均的话呢，就用你目前 U 的话呢，就是在 X 方向上面的那个速度嘛哈。V 的话就是 Y 方向上面的速度哈啊，所以呢，你的话呢，那个啊，这里8的话呢，就用你自己和上下左右哈、啊，这样的话呢，这那个啊，这八个邻居啊，所以这连你自己的话是9个哈、啊，所以呢，9个来做平均哈、啊，所以呢，第0个的哈、啊，然后呢来做平均以后呢，那刚刚我们就会算 EX 嘛，也会算 EY 了嘛哈，啊也会算 ET 的嘛哈，那 EX 也会嘛哈、啊，那 Lambda 的话，我们刚刚就尝试。0.1 啦哈，一啦哈，还有10哈，那这些是也都会算的嘛哈，所以呢，你第零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通通设成零嘛哈，所以呢第零个的话呢，你就可以算出第一个了嘛，对不对哈？那有了第一个以后，你就可以来算第二个，那这样一直算，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作业其实蛮简单的哈。OK， 大家没有任何问题。好，没问题的话呢，你就可以继续看它目前的这个结果了。嗯，好。它原始任务，好，所以另外一部分就是，刚刚这才正确的，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这样 iteration update 之后，这个就很明显，这个是32次的 iteration， 就你发现那个它的，你要把那个 input 先让大家看到，你根本还没有看 input 就看结果了，它不是那个。欸、对对，没问题。你看旧的发布里面有，没问题，没问题。欸、你就旧的发布里面有。来，它的硬度是这个，还有所谓的合成这种假的这个球的旋转动，对不对？图片对。那你稍微可以看得出来哈，它有在旋转啊哈，旋转它就是这一块有没有哈？这一块的话呢，稍微有往右边，有往右边走，所以呢，它会合成这样子的一。还是回到原来的两个假设啦，第一个就是运动前跟运动后的亮度哈会不变嘛哈，这是 Brightness 的那个 constancy 嘛哈。然后呢，第二个假设的话就是你要可以用派克展开是线性，所以呢它的话呢这里的变化必须要是很平滑的哈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哈。那它整个球在动的时候呢，这一整块呢大致上的话呢是那个它的 U 跟 V 哈，就是 X 方向的速度和 Y 方向的速度的话呢，大致上都是连续的哈，就只有在这种 occluding boundary 哈，也就是说球挡到后面的背景那里的话呢，才不满足这个哈，啊不满足，等一下你可以看到那里会产生一些问题哈。好，你可以继续。好、欸，所以这是我们的 input， 哎、欸、，input 的长这样。哎、欸，用这个好了。嗯，对。啊，这边说你的 iteration 太少的时候有什不明显的情况？可是当你随着迭代次数一直往下加，一直。他说：“你看出来这个漂亮的球体的轮廓运动、嗯，那这个就是你想一下嘛，它不好的在哪里？那个 smoothness constraint 不好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有一些问题指向。你说
说 smooth 是 control 的部分。对对对 ，occluding boundary 你想一下，没有没有，就他们直接看结果就。就这个。结果对。就这一块。哎。对对对，像做边界这里有没有啊？它不满足那个 smoothness constraint 嘛，所以呢，它边界这里的话呢，因为是球挡到背景嘛，球在动啊，但是背景没有在动啊，哎，就不满足那个 smoothness constraint， 所以呢，就会造成那个边界这里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所以注意的话，就是教大家，如果当你叠在一次是16还是64的样子，我用不确定，我网站上会写，对，啊，所以需要三种不同的浪打以及四种不同的 iteration。总共有12个 picture 要叫做演算。对，所以后面就会求得很明显。Okay. 好，那这个是作业的部分，有什么问题？助教希望的话是，因为我们是做 dense 的 optical flow， 我刚刚讲过 dense optical flow 跟一般的 flow 差别在于说，当你 dense 的时候，你就用 arrow 表示就会没有问题，因为你每 piece 都有 arrow 出去，这会他们叠在一起，你会看得出来什么。所以做要求的话，变成希望你可能用颜色的方式来表示，像这样。对，那就用颜色，我刚讲 HSV 的话，可以借由角度。以它的强度，你可以到不同的，就不同角度用不同颜色，对，然后以它的 value 会变成它的强度的部分。这边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做的话可能是要用颜色的部分来表示你的 optical flow。那也没有限定你要用，就是你可以用其他方式，但这个是可能比较期望的是不见得会叠在一起，所以可能比较用这种方式。那这边是一个 OpenCV 的 tutorial， 有写这个，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还有复刻。都可以的，因为那个箭头的话看起来比较直觉的哈。那、啊、这个的话，我看不到，为什么？我做一个箭头。那你叫隔。啊，你说也是一个包，那就不是 dense 的。对对，没关系的啊，我们把 dense 的 assemble 一下了哈。Okay, 你说这个十个 pixel， 阿布的一个那个箭头这样子。OK， 好，我是。因为这个用颜色的话，跟人的这个直觉还是不大一样。我那也有。等一下。对，这是我的箭头。好啊。哦，这个是 dense 哈。嗯。随着你的 iteration 增加，它会，因为随着你浪打增加，它会看着它的 constraint 会变在 fineness 的部分，所以它反而就不在 smoothness 上面。嗯。Okay, 好，大家讲一下。所以 optical flow 在 dense 的情况下做，好，应该没有问题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 ，OK。